2017年6月份，贾侯惇的《乘风破浪》上线，此时也是王者最顶峰的时候，所以也是很多玩家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暑假，特别是 BGM 听着很有感觉。该说不说，这款皮肤可是少有不穿衣服不会被投诉的皮肤。虽然这款皮肤只是一款史诗皮肤，却拥有很多典藏皮肤都没有的 3D 全屏背景，也就是滑动英雄时背景也能跟着转动。这要是搁现在出的话，关这个360度旋转的背景，小王就敢卖传说的价格。游戏中这款皮肤特效不仅清爽，手感还非常不错，一技能有鲨鱼，二技能有小黄鸭，再搭配水波的声音，可以说这款皮肤真的没什么缺点可挑。不像现在稍微品质好一点的皮肤就把各种光污染加上去，虽然很亮眼却花里胡哨的。现在的乘风破浪和以前的乘风破浪就是颜色上有一丢丢不太一样，其他都大差不差，也只有设计的经典才没有调整的必要。游戏中的特效和以前并没多大变化，不过在装备的辅助下，夏侯惇每次技能攻击到敌人时，身边会冒出一圈橙黄色的圈圈，以前的技能图标是蓝色的，和皮肤技能颜色更搭配，现在夏侯惇的技能图标变成黄色，和以前对比还是以前的图标看得更顺眼。这款皮肤距今已经上线7年，可以通过活动或者碎片免费获得，也算是夏侯惇所有皮肤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款。